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小孩哦，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？我是兔兔小淘气，面对世界很好奇，我有问题数不清，咕叽咕叽猫不停。爸爸妈妈别偷懒，快快陪我做游戏，答对问题亲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奖励。北风呼呼从哪来，太呜呜上哪去，星星冷的眨眼睛，为啥他不穿棉衣，夜晚到底有多黑，问里太阳哪里来，世界到底有多大，天空外面有什么，我一切都好奇。我是兔兔小淘气，面对世界很好奇，我有问题数不清，咕叽咕叽猫不停。为什么小孩要听话，为什么爸爸爱妈妈，为什么看见冰淇淋就让人口水流不停，牛奶果汁放冰箱为什么变得凉又冰，我把美梦放冰箱长得再拿行不行，什么动物跑得快，什么花儿向阳开，什么喜欢蹦蹦跳，什么它会咕咕叫，猎豹猎豹跑得快，向日葵花向阳开，兔子青蛙蹦蹦跳，哎，兔兔的肚子，兔兔的肚子咕咕咕咕叫不停。全托第一天上，咱们的兔兔长大了，已经是个帅小伙喽。当然了，兔兔是坚强勇敢的男子汉嘛。兔兔，等会儿坐校车的时候可不许哭鼻子哦。兔兔是最坚强勇敢的男子汉。好啦，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可以下楼去等校车了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新幼儿园里的老师提醒过，让兔兔带一样自己喜欢的小玩具，这样呢，兔兔就可以晚上抱着它睡觉，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啦。新老师想的还真周到啊。嗯，是啊，图图，你自己去房里选一样玩具好不好？好的。嘟嘟。嘟嘟，你要走了吗？小怪，图图要上全托幼儿园，去更好玩的地方。图图不在家，没有人和小怪说话，小怪会寂寞的。什么是寂寞呀？小怪别难过，图图周末就回来陪小怪玩哦。快点！来了，小怪再见喽。再见了窗帘，再见了小床，再见了椅子，再见了玩具，再见。小怪，小怪，图图图，你再不出来，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，听见了没有？早上好啊，图图。张奶奶好，图图今天要去上全托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图图妈，你们舍得吗？您不用担心，小孩子应该锻炼一下嘛。图图，你不在，奶奶会想你的呀。张奶奶，我们要来不及了，再见啊。张奶奶再见。牛爷爷早。哦，图图早。啊，图图全副武装的干什么去啊？去动物园吧。我们图图要去上全托了哟。是什么？全托？图图你？牛爷爷再见。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事先和爷爷商量一下呢？图图，牛爷爷会想你的。哟，小丽，怎么这么早啊？我们有急事，拜拜。总算到了。老公，你看图图的情绪没受到影响吧？还好，不过等上了校车可能会哭的。小丽，到时候你要挺住啊。老公，万一我挺不住，你要挡在我的前面，别让图图看见我掉眼泪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呀？爸爸妈妈在悄悄夸奖图图呢。那大声夸吧。我们夸图图和爸爸一样是勇敢的男子汉，是不是啊？
图图是勇敢的男子汉。那待会儿上了校车，图图会不会哭呢？图图去好玩的地方不会哭的。老婆，警报解除。老公，你还真了不起呢。你们又偷偷说什么呀？我们说校车来了。早啊，图图小朋友，欢迎你。李老师，欢迎你哦。图图真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，来，我们上车吧。啊，好。图图再见。爸爸妈妈再见喽。胡图图，你的淘气蛋、馋嘴蛋、糊涂蛋，各种蛋都用光了吧？还有什么？放马过来吧。妈妈，图图爱你，图图舍不得离开你呀、最厉害的催泪弹，救命！图图不要哭啊，图图不要哭，千万不要哭啊！老公，我快挺不住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图图，不要害怕，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，吃饭的时候别挑食，晚上睡觉别做噩梦，想爸爸妈妈了不要哭。爸爸妈妈星期五就接你回家，星期五，星期五。图图，你要坚强勇敢呐！图图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呀，图图。小怪，把头伸出来吧，透透气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健康哥哥来教你们做一个新的游戏，好不好啊？不要嘛。啊？人家要等图图回来一起学嘛。对啊对啊，等图图回来一起学。对啊对啊，要和图图一起玩。啊？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健康哥哥，你去把图图找回来好不好？好，同意。可是，如果健康哥哥能把图图找回来，小美就送给健康哥哥一个礼物。我把最喜欢的玩具送给健康哥哥。我送零食。我也是。快点把图图找回来吧。没想到大家都这么想念图图。其实我不也一样吗？图图不在还真不习惯呢。小朋友们你们好。贝贝老师好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他的名字叫胡图图，让我们一起鼓掌向他表示欢迎。谢谢大家，图图会动耳神功哦。动耳神功？动耳神功是什么呀？哎，好吧，图图给大家表演一下，大家看好我的耳朵哦，动耳神功。哇，好厉害，好棒啊！图图教教我吧。没想到图图这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，太好了。图图，这个是你的储物柜，以后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就放在这个柜子里。来，老师帮你把书包放进去吧。好的。图图自己放吧。图图自己会放的。还是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小朋友呢。放好了东西，图图就过来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吧。啊，好的。哇，小怪，对不起，你先待在这里，不要出声音哦。哎呀，闷死了啦！做图图的朋友可真麻烦。嘘，不要出声。图图，你在和谁说话呀？图图在和自己说话吗？你是在照镜子吗？我叫大龙，他叫二龙，是我弟弟，我们两个是双胞胎。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？当然是两个人呢。那两个人为什么一模一样呢？这个嘛，
我们也不知道。我妈妈说，我们是同一天生的。我只比二龙早了几分钟出生。我只比大龙晚几分钟出生。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是魔法。魔法？图图知道你们是一个人，你们会魔法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。哦，把你们的隐身衣拿出来玩玩吧。隐身衣？我觉得图图真是个奇怪的小孩。图图，你有弟弟吗？当然有了，我的弟弟叫小怪。他在哪儿啊？跟你一起来了吗？来。他和你是不是也是双胞胎呀？你们两个是不是也长得一模一样呢？这个，嘿，我是图图，这是我的弟弟小怪。我是小怪，这是我的哥哥图图。我们两个是双胞胎。小朋友们都出来做游戏了。来了来了，大龙二龙，我们一起去做游戏吧。好，走吧。嘿，图图，你的动画神功好棒啊。对啊，一定要教教我们哦。那大龙二龙也要教图图双胞胎魔法哦。爸爸猜对了，图图在拳头幼儿园也会交到好朋友，大龙和二龙就是图图的好朋友。可是爸爸没有猜到自己也会哭鼻子哦。再见喽。